再去看一下这个东北甜姑娘，我发现她已经结的果子来喽。喏，看到没？这一个果子已经这么大了，然后这一些的话还在开花，好像基本上除了这种特别小的，好像都开了花。啊，看到没？哇，一个果子还有两朵花。哇，这几个好小啊，那个也比较大。这个结果子是很需要营养的，我在种上去的时候呢，又没给他们加这个底肥，所以现在要给他们施点肥了。不过现在天气太热，我还是给他们埋这个簇花长效肥好了，现在就去拿。这么多颗就给它埋一包这个簇花缓释长效肥，往这个中间挖一个小沟沟，再把这个肥倒进去，再把这个肥埋，浅埋一下就可以了，把这个土盖回去。这样的话，这个长效肥就可以源源不断的给它们提供这个营养了。等天气凉快一点的话，再给它们追一点这个速效肥，这样到时候我才有更多的果子吃哦。这个长效肥的施肥方法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